好，来，你好，我们看马总统这个民调，七合一怎么办？七合一很难补选哎。其实我都要劝马英九先不要想七合一啦，先想下礼拜开始到六月要怎么过哦。我先补充一下，就是说林益雄先生虽然跟这个公民组合有一些接触，也对他们有一些期许，但是我必须很郑重的讲，他的绝食跟公民组合未来要不要选举一点关系都没有，两者之间完全没有关系，完全是为了合适哦。那以林益雄先生的个性，我必须这样讲，做一个最坏打算，如果林益雄先生不幸在义光教会殉道，我想到时候上街头的人手上不会只拿太阳花，他绝对会拿别的东西，而且可能会把反核、学运、社运，甚至跟公运整个做一个大汇流，到时候恐怕上街就不止50万人，而且恐怕就不会太和平，也不会太理性。大家想想看，25年前郑南榕为争取言论自由用自焚来殉道，如果台湾的民主发展了25年，林益雄还要用绝食来殉道来争取一个公共政策，我觉得台湾这25年的民主真的是白走了。所以我真的呼吁马英九开诚布公去接受民进党的核四公投特别大家可以坐下来谈，看核四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怎么处理。你如果僵在这边的话。